就是我们百优，没错，我们百优的形象大使赖雅妍来到了现场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开放时间，让大家好好的拍个够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有非常非常多，好，都是为了我们雅妍而来的朋友，很饱很饱，很饱很饱了，所以请大家，我一点都不瘦。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料，就像百优精纯乳霜一样，永远这么有料。Right？ 你真的会当店长，好强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很多想要试用百优的人，其实可以跳进来，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师会帮忙，想要擦哪里就擦哪里，好不好？我是让你体验一下，如果你觉得你是想擦薄薄的，就跟老师说，还是我给他擦一点点，就粉色一下，你就会知道它真的吸收很快，吸收得很好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